看一下啊、哦，朋友约我运动，这个地方很像是万华龙山寺，对不对？洗衣店的楼上有健身房、咖啡厅，然后再加上拳击馆哦，三合一的。觉得学校的味道，感觉蛮舒服的，像那种封闭所、万命关头，然后一群人坐在桌上聊天那种仓库的感觉，感觉是可以拍照打卡的。我以为会有软垫的，没有。哦，有有，这不像软垫，这只是一块布而已。在这里翻的话，你应该会死了，会出人命。然后拳击的在这里，哇、哦，好重，不得了啊！中胸，中胸飞鸟，哎，很标准哎。这边都自学还是有老师教？自学，自学自练。所以要省钱的人都来这里就对了。妈的，找什么健身教练？自己练就好了。OK。拜拜，介绍结束。朋友说，我竟然要投钱。他说他妈，你以为这里做慈善？直接投钱哦，投50块啊？不是啊，没有小姐还是先生在这里。没有啊，那我不投，他不是也不知道。这个就是叫做功德无量啊！你们想要偷偷来乱来的人，你们的内心会那个。说刚投了50块，还可以再拿一杯咖啡。这个，哇、哦，好香哦，杯子有点臭。Oh shit！有模有样。哦、他刚刚打了4回合的拳赛，还有免费的水喝，不错不错。